Nowadays, coffee is more and more popular. People are willing to enjoy a cup of mellow coffee in their free time. The role of barista has become very important. Barista also determines the quality and taste of coffee. Training is necessary to become an excellent barista. Today, let's walk into a coffee training center in Kunming, Yunnan Province, to learn more about local coffee training. We invited a coffee trainer to discuss his views on coffee training and share the process of making coffee.那你觉得就是咖啡培训在云南昆明这个市场的话是怎么样的？咖啡培训这块的话，其实说实话，怎么说？因为咖啡培训这块总的呢，其实针对少部分人，因为并不是一种硬性的一种培训。就比如说是像一些科目学科类培训的话，那种可能会人数会比较多一些，因为这种本身就关乎到一个学生的一个学校成绩，但是。咖啡类培训的话呢，它相对于学科类培训来说的话呢，更像是一种兴趣爱好的一种培养。但是呢，它跟一些比如说是钢琴啊这些乐器类的，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个培训的话呢，又不是太普遍。所以说它总的来说的话呢，算是一种小众的一种培训，就针对的人群的话呢会比较少。所以我们教的学员的话呢，其实也数量的话呢也并不是非常多，但是的话呢还是有一部分人呢来找我们学习的。我们的一个咖啡机，主咖啡机，像这个咖啡机呢，我先介绍一下，这两个呢是我们的手柄，下来之后的话呢，里面装的就是咖啡粉，这个呢是已经萃取过一次的一个粉饼了。然后现在这种粉饼的话呢，我们要把它敲掉。这种的话呢，它就没有什么多大的用处了，基本上呢就是。可以拿去栽栽花什么的，但是呢，这种的话是不会进行二次萃取的。二次萃取的话呢，它的一个味道的话呢，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不好的，甚至它是一个没有味道的一个所以我们基本上呢，咖啡我们是只萃取一次的。然后呢，来到这边的话呢，是两个磨豆机，这个磨豆机的话呢，是一个意式的一个磨豆机。The first step is to use the handle to pick up the coffee powder ground by the grinder.After that, you need to use a powder hammer to flatten the coffee powder. The purpose is to make coffee extract evenly. Then, put the handle on the coffee machine and use the cup to pick up the coffee espresso. The extraction time is between 10 and 20 seconds.This is the whole process of grinding coffee beans into coffee espresso. 现在呢，我们进行下一步，也就是打奶。打奶的话呢，最好选取一个冰牛奶。冰牛奶呢，它可以降低我们本身的一个温度。那其实我们降低温度的目的呢，就是为了延长打发时间，因为牛奶的话呢，它不可能一直给它往上升温，因为如果说是让它沸腾了之后呢，它一个呢是口感会变化，另一个呢就是蛋白质呢会变质再一个呢就是它温度太高了，也不太适合我们下嘴。现在呢就是进行打奶，先进气，好，进气进的差不多之后呢，我们就进入细化阶段。
刚刚有呲呲的一个声音的话呢，表示在进气，现在没有的话呢，它只是在旋转，那就表示呢它已经在气化了。然后右手一直扶缸，等到缸体发烫了，差不多60度的样子呢，我们就结束。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用冰牛奶的一个原因，因为我们牛奶的话，最多的话呢就只打到一个60度。那如果说用常温奶的话，它其实我们的一个升温区间会比较的一个低，时长的话呢就会比较的一个短。那所以呢，我们要为了这个奶泡的一个绵密程度的话，尽量的提升我们的一个绵密时间。好，现在呢开始制作拉花，先融合。融合的差不多了之后呢，下摇拉花杆，让它出水。好，目前的话呢，我做的这个图形呢是一个简单的一个郁金香。咖啡师这些考核内容呢，大概其实是一些什么部分？咖啡师职业资格的考核的话呢，它其实之前在我们国内的话呢，它是有这个咖啡师职业资格的。然后呢，在前几年的话呢是取消了一段时间，但是在去年的时候呢，它又开了这个咖啡师职业资格证书的这一个通道。那所以我们目前的话呢，在做的这个呢就是咖啡师职业资格培训。那它的一个考试内容的话呢，其实就更倾向于一些实操，然后的话呢也包含了一些咖啡的一个学科内容，就比如说是我们这个咖啡豆啊，它产自哪里，海拔是怎么样的，然后呢对我们的口感呢各有什么样的影响，再加上它的一些处理方式，还有我们的一个冲泡方式，都对这一杯咖啡呢会有一些影响。那总的来说的话呢，它的考试内容呢就是文化咖啡文化知识，再加上一个实操。实操部分的话呢，包括了咖啡手冲跟意式拉花，就这三个部分。好，那既然说到咖啡豆，那我们其实云南本土的咖啡还是有一定名气的。那您觉得云南咖啡是怎么样呢？其实我们本土的咖啡本身名气，之前的话呢是没什么名气。但是由于我们本地的话呢就比较适合种植这种咖啡豆，所以说我们本身的话就有一个地域优势。那我们既然有这个地域优势的话，那我们就应该把这个优势呢给它发展起来，让它的知名度呢提高起来。其实也就是咖啡豆品牌的这一个知名度呢，我们是希望给它提起来的。但是在目前为止，其实怎么说呢，它在国内的话呢，它其实还是有一定的一个知名度的。因为本身云南的咖啡豆，它的一个优势条件的话呢，就是说它可以大面积种植，再加上的话呢，它的一个口感的话呢，也带给我们一些比较醇厚的一个口感。所以说，再加上它的一个价值，就是价格啊，我们因为大面积种植的话呢，它的一个成本啊，种植成本啊，其实也是比较低的。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地域优势。那我觉得它做成一个品牌的话呢，再加上它的一个知名度，我觉得是可以做到比较远的。Coffee training is giving people more opportunities to enjoy better coffee, but it still has a long way to go.